I've requested this television time tonight to announce a major development in our efforts to build a lasting peace in the world. As I have pointed out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读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公报。为了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他本人已经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于转年五月前访问北京。To open the door for more normal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尼克松的讲话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从东西方冷战的敌对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迈向新的时期。不过，这一历史性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For the purpose of having talks with Premier Chou Enlai. 1968年11月，曾经以反共言论著称的理查德·尼克松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示，不能让中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中国外交界元老、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美大使的柴泽民回忆说：“尼克松啊，我感觉这个人啊比较开明，他是一方面反共、反华、反苏联，他在这一方面是很坚定的，但是他是从这个他的对外斗争上需要，所以他也不得不到中国来。”但多年的隔阂给双方直接对话增加了难度。当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听说尼克松当选总统时，立即亲自批准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廖和书向美方建议恢复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虽然美方做出了积极反应，但由于廖和书寻求美国政治避难等事件，中美官方的对话渠道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一次非官方的交往却为中美关系的突破创造了机会。1971年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冠军庄则栋也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比赛，但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的中心人物。事情还要从庄则栋偶然结识美国乒乓球员科恩说起。我们这代表团住地方还专门配备了有专车，专车都有大会的专门的标志的车。突然有一天，我就还是从我们这儿代表团这儿驻地上车，车准备刚一启动，就在这个时候，从这个我们的车外头蹭，刚想开，还没关门呢，跳上了一位外国运动员。大家一看，这蓝眼睛、黄头发的、长头发的，也不知道他是哪国的。他一看，这车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人，就是亚洲的。他感觉不对头，他马上一扭头，刚一冲外，车这门唰关上了。门一关上以后，可后面那三个字就看见了 USA。这车就没有一个人理这个美国运动员。此时坐在车上的庄则栋脑子里闪现出许多想法。我当时就想，要不要去跟他说说话呢？人家来作为一个外国运动员来到中国车上，中国一个人都不理他。我说这5000年的礼仪之邦，这也不友好。第二个呢，又看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凡是和外国人有所往来的人，被打成叛徒、汉奸、特务的那是太多了。文化大革命整的我也给整的也挺惨的，是不是？两次被打成那个反革命，斗的也挺厉害的。现在再跟外国运动员弄上以后，这就更没法说了。倒是最后庄则栋还是鼓起勇气，从自己的礼品包里挑选了一幅中国山水织锦，走向美国运动员科恩。往前走呢，当时我们的车上有很多队员教练异口同声的就说：“别去，别惹事，别理他。”就是三别。我说没关系，我说这他是运动员嘛，他也不是干部。大家再没说什么，因为当时我也是主力队员，我在乒乓界还说话还有分量的。当时我就拉了一个翻译，我就过去了。那翻译过去说：“你知道送你礼物的谁吗？”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世界冠军就是庄则栋。”他说呢：“我祝贺你们在比赛中间打得更好。”就刚说到这儿，就到了体育馆了。门一打开，一下那记者哗一下都围到我们俩车前那个，就让我们俩非要照相，就噼里啪啦这么一拍，这一照
第二天日本的报纸头版头条图文并茂，中美接近。中美乒乓球员的交往不仅受到了媒体的注意，而且引起了两国领导层的重视。1971年4月7日凌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吃过安眠药躺下休息，但他忽然又坐起身来，嘱咐工作人员立即追回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批文。他决定以邀请美国球员访华的方式向白宫发出友好的信息。当美国队员接到北京的邀请时，感到喜出望外。我觉得能到中国去打球真是太好了，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同世界上最棒的选手打球。随团访华的美国乒协官员伯根对访问结果表示满意。Signs every place. Long live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Down with the U.S.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标语，写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但另一方面，人们都对我们友好的微笑。在比赛中，他们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虽然我们以5-6输了，但他们还是慷慨地让我们赢了5局。And they very nicely, I think, beat us 6-5. 随着乒乓外交的展开，中美之间的官方交往也出现了突破，双方开通了数条联络渠道，其中巴基斯坦总统耶海亚汗提供的渠道促成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使命。1971年7月9日，一架波音707专机从巴基斯坦秘密进入中国境内，机上坐着尼克松总统的亲信、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一行六人，和张文进、王海荣等4名中方高级陪同人员。基辛格的助手，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回忆说 ：“As the plane was getting close to the Chinese border.”当我们的飞机接近中国边境时，我们都意识到，自从1949年以来的22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到过中国。所以我决意在飞机跨越国境时走到机舱的最前边，成为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美国官员。当时亨利正在机舱后边坐着，他没有原谅我的举动。飞机一停，他就用胳膊肘把我拱开，自己第一个走下飞机。不过此时基辛格的心思已经转向了更加实质性的问题。我走下飞机时，心里并没有想着如何才能青史留名，而是想着将跟什么人会面，怎样才能完成这次使命。基辛格在北京的48小时访问中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双方拟定了意在改善中美关系的所谓715公报。公报内容由尼克松总统于7月15日通过电视公布于世。And it's 750 million people. That is why I have undertaken initiative. 中美决议打开关系正常化大门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消息传出的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代表国际社会对尼克松宣读的公报表示欢迎。I warmly welcome President Nixon's announcement of his acceptance. 同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然这一结果是在中美关系的带动下实现的，但美国却在中国席位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其原因是华盛顿在修复同北京关系的同时，不想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前往参加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了对美国的不满。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头并未因台湾的问题而减弱。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尼克松的专机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降落在北京机场。Premier Zhou Enlai moves forward to greet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尼克松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紧紧握手，这一历史性握手跨越了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洋，超越了中美20多年的隔阂。East meets West.As a handshake, 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致祝酒词，强调了双方的共同点。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自由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终有一天是要实现的。尼克松在答词中以务实的态度表达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We have at times in the past been enemies. We have great differences today. 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是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现在是缔造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时候了。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中国的文革和美国的水门事件等因素，两国直到卡特总统时期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出任中国驻美首任大使的柴泽民对两国关系的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他在接到外交部关于出使美国的调令时，正在泰国当大使，当时心里颇有些顾虑。那个时候我在泰国的工作啊，正才开闸的时候，而且个泰国的关系啊是非常热火，我就是不愿意离开泰国，不想到这个美国去，因为我知道美国工作比较困难。不过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呢，只好服从命令吧。啊，最后我们还是去了。那么79年3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馆。我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由联络处主任改为大使。虽然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中美之间其后的路程并不是平坦的。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从70年代的乒乓外交到90年代末的使馆被炸危机，可以说历尽曲折，高潮低谷相继出现。这种曲折发展的轨迹，也许为两国关系的未来提供了某种启示。